原标题陈赓大将的人缘有多好，坐一次火车两次被剿匪司令喊过去聊天。陈赓是一个很传奇的人，多数人眼中他嘻嘻哈哈开玩笑没边，其实在国共两党中要说人缘最好的人，陈赓当属第一。不管是共产党政要，还是国民党高管，或者是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胡宗南、宋庆龄、鲁迅，谁都是见着他喜欢他，对他印象好得不得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曾经捉住了陈赓，可怎么也舍不得杀。那些与红军对阵非得铩羽而归的国民党将领们也纷纷写信集体为陈赓求情，有人后来说甚至陈赓从南京逃出来是蒋介石欲擒欲纵，有意放了他，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当年陈赓在火车上与剿匪司令钱大钧当面相遇，两次被人家喊过去聊天，最后人家还故意装傻放走了他，这是怎么一回事儿？那是1928年，陈赓在中央特科工作，一次从上海去天津执行任务，火车行经南京停车时，闲不住的陈赓居然走出车厢到站台上转转，突然他发现列车后面临时挂上了一节专用的花车，又见几个国民党高级将领沿站台走来，怕被人认出赶紧跑进了车厢，将帽子拉得低低的坐下。可是他认识国民党教员太多了，忍不住又偷偷地朝车窗外面看，这一看不打紧，大吃一惊，原来被那些官员簇拥送上花车的正是认识他的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此时已调任国民党江南剿匪司令的钱大钧。陈赓在黄埔军校时被称作黄埔三杰，还救过长蒋介石的命。钱大钧是黄埔军校的教育长，不仅认识陈赓，而且两人熟得不能再熟了。当火车启动离开南京后，陈赓坐在车厢得意洋洋，满以为自己用帽子盖住了脸就可以避开老熟人而不被发现，哪知车行不久，钱大钧的副官突然来到他前面，对他说道：陈先生，长官有请。陈赓心想坏了，到底还是被他看到了。这位钱大钧的眼力好尖好毒，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回答：我不姓陈，是做生意的，哪里认识你们长官，你认错了人吧。那副官说：没错，请你到那边去谈谈。陈赓一看事已至此，只得跟着他去了。陈赓走进花车，钱大钧见到他狡黠地说：我一进站就看见你，叫副官跟上你的。陈赓一听也不再辩护，坐了下来。钱大钧又问道：你进来干些什么？陈赓答道：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正在到处谋事。钱大钧哪会相信，望着他又问了几句。陈赓见他并不认真要抓自己，居然与他闲聊起来。火车飞驰着，他们聊了好几个站。陈赓说：我要下车了，去看一个朋友找点事做。钱大钧也没有强留，这样陈赓便与他告别了。火车到站了，陈赓赶快下车。当火车继续开动的时候，他才又迅速登上另一节车厢，仍把帽檐拉得低低的坐下。谁知火车开动不久，那个副官又找来了，他抿着嘴带着诡秘的神色说：陈先生没有下车，长官请你。原来钱大钧派人盯住他了。陈赓又壮起胆量去了，结果在花车里又与钱大钧大谈黄埔往事。其实钱大钧并无要捉住陈赓之意，只是告诉他，他钱大钧也不是傻子，知道陈赓此时的身份。他与陈赓又闲谈了一阵，火车过了徐州就让陈赓走了。陈赓的人缘之好可见一斑。值得一说的是，陈赓与人关系好，却从不丢失原则性。当年蒋介石清党时要拉走他，他硬是不去。在解放战争中一直称呼他大哥的国民党将领李铁军
与他战场上相见，照样将他打得落花流水。这样的陈赓，牛不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